不要再跟着我啦，我还要去很多地方送奶茶呢。吓到你吧，这样。你这样才叫吓到我了，我正要去找你呢，好不容易找了一个送奶茶的借口。我们换个地方说，走。别怕，就是个猴子头骨，放这吓唬人的。放这吓唬谁啊？啊，谁没事？谁没事来这儿啊？灵儿，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可离我们计划的日子越来越近了，这密道正等着你我开启，他宋威很快就不是城主了。密道。这里是密道？是。这入口在哪儿啊？怎么进去啊？在这儿，灵儿。看到锁孔了吗？这么高级，钥匙在哪儿啊？快打开。灵儿，你怎么又忘了？钥匙不是一直在你身上吗？啊，钥匙在我这儿吗？你什么时候给我了？我一点印象都没有。这英少，你我各执一枚。行刺当天，我们约好以哨声为暗号，但我却迟迟没有等到你的哨声。我本以为计划败露，当我赶到的时候，却发现你倒在宋威的怀里。嗯，这英少还挺别致的，打开试试。啊，怎么打不开啊？灵儿，这密道一共有两道门，你的钥匙是开第一道的，而我的这把只能开第二道门。这么麻烦啊？事关重大，容不得闪失。许西西啊，没想到你思维居然这么缜密，还给密道加了双重防盗，真是对你刮目相看啊。可是我要怎么进去呢？要不我回去再找找，咱们改天再约。好。把英少放在哪儿啊？夫人，您在找什么呢？跟奴婢说说，奴婢帮您一起找。啊，就是一个小小的东西。什么样的？您跟我说，我来找。不太方便跟你说吧。夫人，你现在连我也不相信了吗？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好了，那你找吧。就是一个这么小。大概这么长的一个东西，英少，原来你知道呀！都怪奴婢不好，不该怪夫人的，我忘记了，夫人失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那你快想想，吴玉林平时都把它藏在哪儿啊？夫人您一直都是贴身带着的，从未离身。那是啊。
有啊，会不会是掉在什么地方了？哦，掉的应该是，所以得找找。哎，那你知道吴玉林和苏毅将军的计划了？嗯，他俩到底什么计划呀？他俩？我俩，奴婢也只是略知一二。什么计划？什么计划呀，绿萝？我们两个刚刚有聊计划吗？没有，可能是城主听错了。你耳朵不好使。难道你和夫人之间有本王不知道的事情？夫人，你这是做什么？都怪奴婢不好，今天夫人去给各位美人送奶茶，实在走了太多路，身子又不舒服，路上奴婢刚好碰见了宋将军，就将食盒暂交宋将军保管，结果奴婢回来之后就忘记去拿，还劳烦宋将军亲自来送，都怪奴婢不好。绿萝，不是你的错。城主，我们夫妻一场，你如此不信任我，竟怀疑我和将军。夫人，你不能走啊！绿萝，不是你的错。你知道，我生平最恨别人无端猜忌我。看来这个小小的城主府，竟容不下我。嫂嫂，不要生气，是臣弟鲁莽，请城主和夫人责罚。你还在这儿干什么？臣弟告退。你刚才是在为将军解围吗？当然没有啊。我喝过的。你是本王的夫人，有何不可？我屋里炉子上还煮了东西，一会儿走水了就不好了。嫂嫂，不要生气，是臣弟鲁莽了。你会负本王？这是吃醋了，本王。可惜吴玉林和宋仪密谋篡位，你却浑然不知。等我回到现实，一定修改吴玉林的行动线，让他不辜负你。急报，于将军也急报。的梦境，天空里缠绵的雨，我翻越千万里，用诗句来铭记你我的相遇。不知此心何寄，任凭斗转星移，心中还有盏灯亮着一息。手中的花已结冰，夜里的梦不清醒，就当痛苦长情，闭起眼睛幻想一生好忘情。梦里你的声音围绕在耳边轻吟，那时我们约好了无人话别离。叶落秋风吹，
就都化作思念，不可及。